谢谢啊，哎，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没错，我是一个文人啊。什么？文人？太突然了吧，上来就说自己是文人。嗯，已经当文人很多年了。哎呦，文人墨客，呵，有文化，没看出来。喜欢琴棋书画、诗酒茶。哎呀，这大齿音字，那叫茶，知道吗？茶。那嚯，又来了。喜欢喜欢这个。啊，没事就愿意做个诗啊。弄个对儿联儿啊。什么联儿？对儿对儿联儿。哎呀，你儿化音用得很精妙啊。俏皮吧。那叫对对联，知道吗？的位对儿的位对儿的位对对联儿。你怎么那么贫呢？我对对联啊，会这个，会这个啊，会这个呀，张嘴就来，那太好了，出口成脏，听出来是成脏了，知道吗？不是这样，你也甭说你会啊，咱俩在这整一回怎么样？什么玩意儿？咱俩在这整一回，不就破对子吗？不是，您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您刚才用了个什么字？整啊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这个老整一回，东北人不都这么说话吗？东北人哪个东北人像您这么没礼貌？什么叫整一回呀、一个破对。您说我们一起交流交流，切磋切磋，学习学习都行。什么叫整一回？什么叫整一回呀？你怎么还急了？什么我能不急吗？不是一个破对的规矩，懂吗？有什么规矩？不懂规矩，当着芸芸众生，您来这什么话？不是。尊重他吗？呵，你至于的吗？我什么叫至于？这玩意有规矩的、一个破对的有什么规矩？什么叫破对的？有规矩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，哒哒啦哒哒哒。这玩意你懂吗？你啊，我懂那玩意干什么呀？您懂不就一个破对子吗？您这是人话吗？怎么了？您没有这个东西，您不懂，你不懂规矩，我怎么跟你对呀？这有什么规矩？什么叫有什么？我刚才都说一遍了啊！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，哒哒啦哒哒哒，就这玩意儿你懂吗？你别老哒哒了行吗？不是，咱对一回行不行？不会，您不会。谁说我不会呀？一个破对子有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。你别说，哒哒啦哒哒哒。我非得给他说全了，就这玩意儿你懂吗？你我懂他干什么呀？您别跟我嚷，不就对个对？您不懂，您我怎么不懂？您不配跟我。谁说我不配？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，哒哒啦哒哒哒。你他妈懂吗？全背错了，这是怎么了？全背错了，你个臭业余的，你个臭业余的，你给我跳跳懵了，知道吗？你会的，你会的，你啊，版本不一样。话对还说，我没有这句，没有这句啊！哎呀，没有有理了，是吗？没有这句，我们不来这会吗？你啊，这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我准能跟上去。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这就你懂吗？没问题，你懂吗？懂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有什么的呀？这我叫病了，哎呦！累死我了！哎呦，超出我脑袋直蒙，还缺氧了。哎，那个你先别缺氧，我也缺氧了，知道吗？咱俩稳当住了啊，咱俩稳当住了。啥来了？这一上台，咱俩这声背就在这儿了，知道吗？那个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，咱俩能不能对一回啊？等我把这口气缓上。我们这是怎么乱七八糟？这不开玩笑呢？行吧，能不能对？您来，您来啊！您来，您来。我说一个，您给我懂这规矩吗？我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祖宗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啊！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不用再争辩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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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来。我说上。上对下呀！哎呀，上对下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哒哒啦哒哒哒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你这怎么见短呢？这个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哎呀，我累了，差不多上对下，意思意思啊。那我说天，哎呀，我来了。天对地呀，说了这么多遍了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哒哒啦哒哒哒。啊，你这玩意儿怎么越来越短呢？这个，这东西我就没气力，气力不够了吗？哎呀，成。那我说盐。盐对醋啊，醋盐不对醋，你对酱油啊，哎呀，那玩意儿不齁死你呀、啊？
那行，抽死你啊！你稳当点行吗？稳当点，受不了了。好，那我说好。好对歹呀，歹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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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赖显得咱没有凳子还大刺呢。哎，对呀，凳子大刺，凳子大刺 ，rubber， 你看会的多多，会的多多。哎呦，嘿，哎呦，随便就抖喽抖喽。哎呦，我是怎么想的？我是怎么想的？当初跟你搭档的呢？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跟你搭档。哎呀，要不是我搭档跑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帮他还上吧。你少废话，你少废话。行行行，少废话是。是啊，是对炮啊，炮！你知识我出炮，你跳马我出车，我将死你个死胖子吗？谁死胖子呀？你看你这又下着棋了是吗？你别在那犟，你这好。那我这五个字连起来对子上联，您什么上联？我这是上天演好事。上天演好事，嗯，这不灶王对吗？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这么小的时候，我们师傅教我的，上天演好事，对回宫降吉祥。上来什么意思不懂是吧？上来灶王对，灶王爷贴的贴的，上去把好事说，回来把吉祥降。哎，可行了，您别握鱼了啊！您不懂，您来来来，我问一下，刚才是这么给我对的？就这么对的呀！啊，就这么对的呀！刚才我说那几个字你怎么给我对的？我说上你对的什么？上我对的是下呀。我说天，我对的是地呀。眼。我对的是醋啊，好。我对的是歹呀，是。我对的是炮啊，我这是上天演好事。我对的是下地醋歹炮啊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您那醋是什么牌子的？这么厉害，能把炮逮着是吗？你对出这么卡脸的对子呢，多新鲜呢！我都卡脸，知道吗？还文人呢，还不怪我呀！啊，您让各位评评理，这事儿不怪我呀？怎么了？没有这么出对联的，什么意思？谁出对联不是上联下联连着出啊？像您这个奔奔往外蹦豆这么出啊，一个一个出啊，您玩呢，兄弟啊？您懂这里的规矩吗？你这不那老祖宗的规矩都忘了吗？你别说了，天哒哒啦哒哒哒，哎呀，这回瞬间就没了是吗？哎呀，嚯，你也嫌累呀、啊？你猜得透我？那行，我不让你帮忙了吗？我说一副对的，你给我对个下联怎么样？您来个差不多，连着来都给你对上。听着，我给你来个绝对儿，这来个绝对，我听听。我这是，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您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转着圈就出来了？什么叫转着圈的？我这说清楚，说清楚了。我这叫学问，听着 啊，我这可是东西南北上下全都有了，四个方向。哎，对了，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哎呦，这有点难度了。来吧，北雁南飞，哎，双翅东西还分上下。没错，这个东南西北上下都有、啊、哎，都有、啊。这个对子一般人对不上来了。对，您听我的这个啊，您来，我给您对南雁北飞，双翅西东分下商。好。哎呀，您这鸟是仰壳飞的是吗？那万许破了气流给周过来了，还仰泳是吗？那万许周过来了，像话吗？哪儿那么贫呢？不是，那这怎么没毛病？那这我告诉你，你得给我另对付啊，不能照我这来，知道吗？翻个不行是吧？不行，翻个不行啊！哎哎哎，火鸡南飞，火鸡会飞吗？火鸡不会飞。你去南非，我上南非干什么去？我去晒得却黑，像话不行不行，哪儿的事儿？这哪是对子呀？哎呦，这哪是对子呀？您再来一遍吧，您再来一遍，听着啊，您再来一遍。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明白了 啊，明白了，这个段子，这段段子的精髓我明白了，啊，掌握了，明白了，马上啊，对对对，赶紧，这个您是想听我下联是吧？哎，对，想听我下，您再来一遍，别闹，别喊，别喊，嘘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，听着啊，好，没问题。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哦，怎么了？真不错，您再来一遍，哎，别闹。你再来一遍，好吧？你是在这累傻小子呢吗？哎，别闹，别闹！谁跟你闹了？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！我马上我给您对出来。哎呦，我天哪！最后一遍，听着啊！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好，你以为我对不上来是吧？对呀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对不上来？没错。好，你听我这下联。下联，我要对上来，您怎么着？我是你徒弟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对得上来，您是我徒弟，没错。好，您再来一遍。你要死是吗？你累死，你快累死我了，知道吗？快来吧，快来吧。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我给你对前车后辙，两轮左右走高低，高低上下，上下高低。
这就是规矩。什么呀？天对地，雨对风。别说了。